今天這位英俊啊，他說不喜歡被他養人來看那位英俊呢，就是柯星沛啊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柯星沛。柯星沛呢，就是開始做監製呢，就是由什麼顛簿，第一部就是有幸，是啊，顛簿金刀，第二部金刀，金刀，第三部，第三就是二次人生，現在還在上緊。今次找他來呢，上次二次人生呢，他就不睬我他又不睬我，他說呢，導演說了就行了。導演很懂得說話，我們這些老餅，即是幕後那些，盡量少點出鏡好一點。那顛簿呢，五年了，五年啦，即係同五年啦，眨下眼係啦。咁佢哋咧就搞咗一個五週年嘅，就算係都係再重新即係放映嘅，即係佢定，因為我哋8月25號即係直齊第一次放映嘅五週年，咁我哋就揀咗喺，因為我哋嗰陣先發行嘅，咁佢哋嗰陣先就就想話嗰日當五週年咁啊，再放一套戲出嚟咁樣。咁我哋就好感恩，因為我哋本來諗住都係求其做一場咁啊，點知做我哋嘣一聲就已經賣曬，到最尾我哋連諗住都係最多做四場，咁個四場已經爆曬啦，咁而家已經冇飛埋嘅，繼續再做，冇飛埋嘅啦，而家就係可能你要另外渠道再睇嗰種。咁啊，今次都啱啊，呢部運動電影嚟噶嘛，係咪？即係講運動啊，係啊，嗰種運動啊，唔好諗住隔離啊。我知，但係而家都好係奧運啦，譬如今年大家都開心啦，大家開心啊，即係你始終都係冇錯，即係個個都嗰啲運動員嗰啲精神啊，或者對於即係嗰種付出啊，咁你睇到即係得到成果，即對於我們也是一個鼓舞。顛簿如果未有機會看的人就真的說的是少棒隊嘛，是是是、就是、少年棒球隊當年真是爆冷打敗日本隊，是是是是，這個是真事來的，就是沙燕、那隊棒球隊叫沙燕隊嘛，是是是，沙田還有一條橋叫沙燕橋，當年大家可能沒有留意到這件事。是啊，因為其實那時是挺有趣的，我記得那時就算你問導演都知道的，導演即係啲人問你，喂，陳志發即係 Steve， 喂，點解你諗到拍故仔？咁其實都係好偶然，佢一次唔知睇嗰啲 research 嗰度，突然間覺得即係有一份好短嘅寫啊，沙燕橋嘅命名嘅由來，即係沙燕橋有一條橋嘅，就喺個大澳堂中心嗰條叫沙燕橋。咁我都知咩叫沙燕咧，就嘛？哦，原來就係個當年即係嗰個年代，即係可能有一隊叫做沙燕隊嘅少棒嚟嘅，即係少年棒球嘅，即係嗰陣時候盧校長即係結啦，咁就打呢位就係盧校長，大家睇到張沙就盧。咁就佢就嗰陣時，即係全係即係唔係啲好，即係唔係啲真係好決賽咁樣。咁佢係打贏咗日本隊，咁嗰陣時即係為咗佢哋紀念佢哋嗰個，就所以就將條沙燕橋就命名咗為沙燕橋。好似有幅相，當年好似仲同翻阿曾蔭權啊。係啊，因為嗰陣時睇下冇張相可以大家俾睇，大家睇。因為嗰陣時嗰個沙田嗰個我文職係咪文職少咗，就係嗰陣時阿曾生做嘅。係啊，咁嗰陣時就算我哋戲裏邊都有啲圖片係佢哋，我哋好感恩。因為嗰陣時，就算我哋套戲上咗，佢都阿曾生嗰陣時特登有去睇，有去睇，即係好嘅嘢。咁我就算我哋有一次，我哋最尾係算係慶功宴啦，咁請咗佢嚟，咁啊，即係算係即係大家見個面，即係多謝佢幫手嗰陣時，即係佢嘅推動啦。即係其實佢有咁嘅視覺去推動運動嘅。我諗沙燕橋嘅命名對，可能都係佢推動出嚟。我唔好知，但係應該係嘅，因為如果唔係，應該都做唔到出。應該做不到的，因為那時沙田是一個新市鎮開發得挺好的，是planned好的，荃灣之後第二代的新市鎮，是planned好的，有史以來香港的衛星城市是最好的，唯一不好就是對不起，好像屯門比較差一點，他們沒有配套，但是他們在沙田來說，他們的整個意念或者整個planning，就是這張，是的，是的，沒錯，那時候是曾生曾太，是的，那時候就是阿嘉啊，即係另外一個監製啊，咁就陳慶嘉，係啦，嗰幾個，同埋你主要啲演員啊，係啦係啦，嗯，嗰次都係偶然啊，因為佢睇戲，咁我哋一齊就順便，唔係你哋請佢嚟㗎，唔係嗰個係好點講咧，就係嗱其實就係佢特登包咗一場，哦。
請翻啲老友睇。係。咁咧誒，咁我哋梗係知啦，先咁就順便就同佢 say 個 hello 咧。哦，明白明白。即係咁啊，好開心。佢都正喎，自己包一場咪。唔係佢即係當支持咧，即係自己成個戲院包咗佢自己招呼啲朋友去特別。咁我哋就誒，因為我咧嗰時開始借緊票，我哋知道咗佢喺度，咁順便都去嗰度，誒順便同佢 say 個 hello。啱啊。誒留咗念傾下偈。一件好事。係啦，因為其實嗰陣時佢做 research 嗰陣時，阿 Steve 咧，即係導演咧，佢都同佢問過去嘅。哦。即係佢同佢做 research 嘅，佢聽講阿 Steve 話好好啊，喂，佢唔介意啊，得你咪嚟問我咯，問喎，大佬佢仲係你即係唔係唔問先知，即係咁冇所謂，我咪講，即係嗰種咯。嗰年佢喺度做 DO 嘛，即係叫做 district officer， 即係叫做民政事務專員，係啦，係啦，嗰個年代八十年代嗰陣時係啦。咁一件即係如果講產品嚟講咧，其實講運動嘅片咧，即係唔多嘅。即係類似嗰啲唔多啊，真係嚇。唔係，即係其實即係其實你可以咁講啦。其實真正好運動啊，真係比較少啲。你而家諗起真係少㗎，少㗎，因為其實拍運動片唔容易㗎。唔係，係咪因為香港冇咩運動嘅？有可能。對唔住，即係我唔係。遲下有劍擊㗎啦，唔會贏咗爭㗎啦，贏咗啦，個 fans 嚟緊咯。大佬嗰個我唔記得做咩家，唔記得咗。張家朗係哇！直情我嗰日我睇完場，哇！興奮到七彩。跟住有電影出㗎啦，可能真係。唔係，你始終都係一個好係一個好事咯。即係你睇到其實就即係我唔理你係即係運動員嘅付出啊，或者嗰個運動精神，或者人嗰人，即係個其實嗰個奮鬥，或者嗰個始終呢類咁嘅電影咧，係嗰個即係正能量強啊嘛。冇錯，可以咁講，即係始終都係一個 positive 嘅嘢。我哋譬如話因為點解咧？譬如話我哋成個社會有陣時，我哋電影嚟，如果當係一個心理嘅療愈，即係我哋譬如可能係我想去開心心嘅，自戀治療，即係我用呢個 concept， 即係你唔好講話藝術品，或者藝術都係 intellectual 嘅治療嚟嘅，或者我純粹係官能，或者純粹係一種心理嘅。啊，我睇完之後，我睇完咗啊，周星馳哇好開心，我笑一啖，或者我突然間有啲鼓舞，即係你明白對於人，咁呢個係好事嚟嘅，即係你明白。我睇完我咩都冇。即係唔係唔得嘅，但係即係如果係即係電影會多咗一個功用，除咗係娛樂之外，或者多咗一個即係會係好事嚟嘅。其實有陣時好多譬如電影出邊嘅電影，或者我哋唔好多人都係做緊呢樣嘢。咁呢一輪大家都個社會都比較麻煩少少，大家嘅心情大家都比較係啦沉悶，係咯。咁啊出現翻呢啲呢一類咁嘅嘢，都大家都開心啲啊。冇錯，唔係所以好煩嘅。譬如你而家陣咧，你話啲姐姐問我啊，點解而家啲戲點解冇乜喜劇？我對唔住，大家已經咁啦，你做點會有心情去拍喜劇咧？你明我講咩？哦，咁啊係喎，真係即係冇乜心情去拍喜劇。係啊，你成個人圖啊嘛，你即係你成個成真真㗎，依個真係真係冇得講嘅，真係。你作為電影人都咁講，好大鑊喎。唔係依個真㗎，你成個成長你過程之中，即係嗰個嘢，你都唔係喺嗰個。即係你明白比較一個好放鬆，或者係即係原來我可以即係隨心所欲，或者唔想，或者點去做，咁你咪好開心可以做，佢幾得意喎！即係你咪，即係你係開心嘅人先可以拍得喜劇，咁你唔肯揾一個唔開心嘅人去拍喜劇，可能啊嘛，同埋根本佢都成個 mind 個形嘅意識形態或者心態個狀態咯，狀態做唔創作狀態都唔係嗰樣嘢啊，就冇得要求，即係嗰個。你其實你即係點部係個開始嚟嘅，即係喺浸會嗬首部劇情片2016年嗬，係啊，仲得意一樣嘢，2015、2014批2015、2015搞2015拍2016上，我2016上 OK， 2016底上，咁你20142016上係冇錯，咁嗰陣時係首部劇情片第一屆啦，係咪？咁你嗰陣時浸會啊嘛，係咪？係浸會嘅，因為阿陳志發係浸會學生嚟，係啊，佢浸會學生。咁你哋嗰陣時係用雙監製嘅喎，嗱依樣嘢咧，其實就話我話俾你聽，其實就話依個好感恩。嗱第一屆首部劇情片，即係你知第一屆嗰陣，第一屆係第一屆，第一屆就大家都唔知點嘅。咁就本來咧嗰部戲咧就唔關我事嘅，我整係即係嗰陣時係做攝影指導。即係咁樣嘢，咁就可能我同阿 Steve 或者咁成，我同阿嘉即係好熟嘅。陳利嘉，咁我可能我做下傾下，咁啊不如就阿嘉好唔介意就，即係阿嘉就
做嘅。喂，即係話即係 Steve 喺度，喂，不如你都做埋嘅監製咯。咁我就哦好啊好啊，因為點解咧？我未做過監製嘅，嗯，我完全未做過。嗯、即係我之前我做咗好多職位，但我完全未做過策劃統籌啊。嗰啲名啦，你唔好理，即係真真正正我未做過監製，即係真真正掛名掛名啊！對唔住啊，即係我能夠用呢個掛名，我未做過監製。咁就好啦。咁啊，依樣嘢我好感恩，因為點解咧？阿家其實就阿家嗰啲好有經驗嘅，佢做監製好大佬，佢個監製咁多部，但係我啲未做過。咁我咪跟住佢，阿家話你有冇興趣？哦，咁我梗係唔介意啊！喂，我大佬我學嘢啦，唔似我跟住即係跟。咁咪同個年青人咪由頭到尾，即係我叫我理論，對唔住，我做監製嘅理論就係。跟以前嗰啲監製唔同嘅，即係拍戲，我叫湊仔湊女，嗯，即係我湊住佢咯，嗯，即係因為早期嗰陣時，我就係因為湊得佢多，湊到最尾話，不如你做埋咧，幫埋手啦，咁我咪一路即係嗰啲湊住，或者係湊住即係依個仔，最尾生咗依個點五部出嚟咯，即係嗰種。咁、嗯、你同阿陳定嘉點分工？佢主動劇本多啲啊？冇錯，因為嗱，我即係依樣嘢幾得意嘅，即係大家我哋我同阿嘉咧，即係依樣好感恩。阿嘉因為好叻嘅，即係其實即係佢喺創，即係喺佢呢度。我咧我自己其中一個相對嚟講比較做得，我就對於 production 好熟，製作嗰方面。冇錯，製作。嗯、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，即係話喺嗰個點五部嗰個製作係即係嗰個 budget。嗯，有限咯。咁就話已經嗰個係一個好難題。咁我哋可唔可以喺即係喺個有限嘅即係 budget 之下，即係有限嘅資源啊，即係我可以完成呢部完成嘅。嗯，即係你明白？嗰陣時我自己即係做呢部，我只係得一個就我自己降得好低。對唔住，即係個意思就係、是，我能，如果我拍得完呢部戲已經得嘅啦。哦，我驚住拍唔完啊。係唔夠錢？係啊。好、多嘢資源冇嘅，因為以嗰陣時個 budget 係唔可能拍到呢部戲，拍到依部咁嘅戲，即係我可以嗰陣時，譬如如果嗰部係一個頭先你講嘅，如果部係嗰、那個係普通劇情片，係 drama 或者係比較即係內心啲嘅家庭倫理咁就好啲、嗯。運動就麻煩啲啊嘛，運動電影動作戲嚟嘅。動作係。即係好，即係比較難啲。即係拍攝嗰個過程就變咗時間上啊啲嘢多咗係咪啊？係啦，冇錯，多咗好多添啊！因為點解咧 ？NG 多咗。唔係，其中之一啦。其實就我覺得有時候即係嗰陣時，因為我有經驗嗰陣時，我開戲嗰陣時，我哋 plan 嗰個 schedule， 咁我就一嚟就話嗱，我一嚟咧，我有一個我一定要捉住嘅就係，我哋開咗戲冇幾耐，即刻拍 ending。哦。即刻拍 ending 先，最尾嗰場，因為點解咧？點解咧？我有資源，我去做曬所有嘢先，即係做曬。收到尾係咪？係啦，即係我最少，即係你咪仲就嚇冇錢啦，仲要未拍 ending， 即係你對唔住，依個經驗啊，唔好啦，我哋將啲即係資源去拍最重要嗰場戲先。好在我咁做啫，你因為嗰陣時我預計嗰陣時我自己啊，即係以我叫啊套戲嗰個 ending 其實好奢侈，你拍五日咧。我預拍五日，嗱咁都幾係嘢喎。你知我啲 low budget 都冇咧，拍五日，我預拍五日。係，你依家做出嚟拍幾日啊？十五日，淨係拍 ending 拍咗十五日。係我三成套嘅三分之一時間最少。哇嚇！點解啊？因為拍出嚟唔得啊，唔到位啊嘛。哦，即係我哋拍出嚟啲，即係好複雜，就係因為我哋又冇咩都冇，即係個個人咪唔 work， 即係我咪可以拍嘅，但係死啦，唔到啊，繼續去拍。繼續去 enhance， 再去拍，即係其實就係一路學，咦？依唔得，我下邊唔夠嘢，再 enhance， 再喂唔得，我再去，你明我諗明咪就係咁咯。咁拍拍唔知點解拍就當然順翻啦。一路咪捉到個感覺，佢拍咗個 ending 咗，而家出嚟，其實你問我對唔住，那個 ending 而家僅僅出到我哋想達到嘅味道。嗯，僅僅啊，我咪話好好，僅僅。咁、會唔會因為一開始拍嗰個 ending 比較難拍，即係嗰種感覺比較難？唔關事，唔關事，唔關事。理論上即係辛苦啲嘅，但係我覺得就係話我嗰陣時決定係啱嘅，即係去拍咗 ending 先，因為一路拍其實一路文戲好簡單啫嘛，因為你其實你一路倒翻轉頭，一拍緊上邊，一路拍緊。上邊，我拍到最尾，譬如話阿龍，即係阿廉宇星，咁到最尾，即係我哋嗰陣時係有即係同導演傾嗰陣時，都係分析咗嗰個成場戲嗰、那個。嗱，我話嗱，我好簡單，嗱，我話棒球咧係人都唔識㗎啦，就唔好由頭到尾講到點贏。即係你講嗱，我依球打過嚟，然後到你零分，點樣計分都未知啊！總之就俾啲觀眾即係佢哋好努力，但係我做一樣嘢，
我要 emphasize 佢係個 pitcher， 即係佢一個球手嚟㗎嘛。即係我要俾佢啦，其實成個戲去到最尾，佢自己將即係嗰、那個。即係將佢嗰啲攞喺內心嗰啲憤恨或者嗰啲怒氣或者嗰啲不滿，全部喺喺個頭度。咁我最尾我哋 M 係放大最尾嗰球人，即係咁簡單啫。即係咁咧，即係好似睇到好照緊，好易拍啫嘛。原來唔係拍嗰陣時拍死啊，暈啊直情。咁最主要係因為導演都係新。佢種原因即係演員又新啦，所有嘢都新啦。咁我咪要。即慢慢砌，我咪要即係要湊仔咧，即係帶住佢哋啦。其實冇辦法，就算你俾一個有經驗嘅導演都慘。嗯，即係唔好話有冇即係嗰場即係如果即係運動片嘅問題個。係啊，因為嗰個成日拍緊動作片啊，開頭我以為係嗰個好簡單，原來嗰場其實動作戲嚟。即係 我自己都嚇、啊，原來最尾依個係動作片，都係動作片，都係動作，唔係文戲場面為主。唔係啊，咁咪即係要喺個動作激發到即係嗰種內心嗰種嘢出嚟。嗯，哇，都唔簡單喎，拍咗15日喎，大佬。係啊，我都估唔到。嗯，我都估唔到，三分一倒咗啦，四分一倒啦，差唔多三分一倒啦。嗯，總之就係我拍到都唔知發生咩事，嗱你個過程覺得係即係同即係講你講湊仔啦，係咪？嗯，即係嗰個其實都好多嘢新噶嘛，你好多新演員啦，係，咁你又唔淨止湊個導演喎，係咪啊？我諗個演員嗰度其實就係話依個嗰陣時，我咧嗰陣時去嗰陣時咧，咁啊導演傾就話，即係理想啊，我想揾揾所有演員，都係新嘅，因為新面孔第一冇錢啊，係咪？第二就個個都要識打棒球嘅，哇難！好啦，咁我收攞第一個死啦，哇太多理想喎，哇你我哋揾到咧仲要識打棒球，你好理想啊，但唔使煩氣，咁啊最好揾邊個揾咁多啫？咁唯一又揾到一個咧，即係佢其中一個揾到咧，就係嗰陣時阿子彤，胡子彤。胡子彤佢識噶嘛？胡子彤係真係嗰陣時係棒球隊嚟，佢係唔知喺三圍做即係我唔記得咗，佢唔係 pitcher 嚟嘅。咁嚟到佢未完全未做過，咁未做過我哋咪見下面咯，即係同阿排下戲咁樣咁啊。咁到最尾因為都揾唔到咁多人啦，其實裏邊有三個四個都係，有三個都係噶，即係阿班長啊，仲啊邊個唔記得咗？有幾個都係嘅，嗰啲識嘅，識嘅有幾個識，但唔多。咁我逼住就話，林耀星嗰陣時識唔識？林耀星唔識。阿星真係我要讚佢，即係點解咧？整完之後發覺成班人唔識啦，咁我最尾我見埋林耀星，咁我揀咗佢，揀咗之後就咁我同佢傾咗，喂，你唔識嘅喎，但係如果但係你個戲裏邊你做主角，你做 pitcher。但係你自己要付出喎，即係咁，我哋要揾咗個教練，即係揾咗個棒球教練。我哋促成班唔係淨係教佢啊，成班人成班一齊教，成班人啊，咪訓練佢咯。即係嗰啲叫促成班，咁一個星期唔知上幾次。咁據我所知，同埋阿沈佳琪。即係佢哋兩個同一齊住，講佢歷史咁啊！佢哋勤力到知唔知啊？阿澤清同學每日啊，佢自己攞喺屋村下邊去掟球啊！我自己喺度練，練到最尾就係、是。而家掟出嚟直情似到七彩啊嘛！我記得嗰陣時好，即係記得嗰次我就睇戲嗰陣時啫嘛，啲人話佢以為阿林耀清係真係棒球，真係識嘅，唔係啊！我話依個就係我哋嗰個一個演員，佢對於嗰個付出嘅努力，睇到最尾連嗰啲專業嗰啲球員掟嘅就話：喂，你唔識㗎原來。佢真係掟到直情係，即係已經係嗰、那個可以落場打咯，可以落場打噶咯，唔係講笑啊！佢哋有陣時喺現場都冇嘢做，佢哋都打翻場，我記得好似即係，所以依個咪好嗰陣時林耀星係。佢做咗幾部，佢做咗幾部戲㗎嘛？嗰陣時即係烈日當空第一部，然後後期唔知做一套咩，我唔記得咗咩。都係新演員嚟。係新演員，佢咪冇乜嘅。係。咁就我哋見咗佢，咁啊即係睇完之後，導演話：幾好喎，咁 OK 咯，即係唔出聲，個人好咁就啱嗰個戲裏邊嗰個角色。咁即係其實即係成班僆仔都係一齊，好似喺套戲成長啊！係啊，一齊成長咯。所以而家其實將我哋嗰個友情嘅，你見翻而家好開心，好似一個大家庭咧，同埋成班你，同埋而家好感恩，因為而家我哋所謂裏邊所有嗰啲人咧，即係嗰啲年青嗰啲人咧，而家都個個都好似大咗啦，大咗啦，有啲喺 YouTube 有啲做戲，個個都不斷咁，好感恩佢哋即係今次出嚟做翻上大龍鳳噶啦，係咪？有啊，我哋會有謝票嘅。
我哋會發現人幾有我啲弱勢，大家你謝票梗有啦。8月25號嗰日咧，我哋喺嗰啲先嗰度有冇啲咩特別嘅安排？唔知啊，到時我諗其實好開心打翻場咯，會係唔知啊，到時但我成日覺得就係嗰晚會好開心嘅，係咪好玩啊？係即係嗰啲嘢，即係大家會聚翻一齊咁樣。呢個經驗對嚟講，第一部嘅製片嚇又即係辛苦啦，梗係一定辛苦噶啦，係咪？有冇咩你自己咩啟發咧？真係冇啊！即係我只係感恩，即係感恩，同埋你問我好辛苦啦，同埋另外其實就係真係只能用感恩，即係有幸。我成日都嗰陣時同佢傾偈嗰陣時，我話其實我真係有幸點五部揀咗我咯，同埋阿家咯，我同阿家阿陳永家，即係我跟阿家一齊即係學習咯，即係學習啊！即係你明白我咪？即係我當一個新人，我哋自己學習去，即係第一步去。因為你嗰套戲點樣去做？你又做埋攝影指導啊嘛，你做咩埋機添㗎啦？我咩都做曬㗎啦，現場我現場所有嘢我都要做曬。咁你嗰其實都即係個角色都好重啊！你自己本身嗰、那個。即係喺部戲入邊，即係同導演合作，同你嗰個新人導演，你自己嘅感覺點啊？使唔使成日就住佢啊？即係嗰種啊？嗱，你依個咧嗱，其實意思就話我成日都記得就話我以前我做導演嗰陣時咧，即係以前嗰個監製嗰個方法。即係以前真係嗰條監製，佢掹住你、監住你、制住你，對唔住啊！即係你以前都做我做導演，我做導演，你有八部，你有八部片嘅經驗做導演㗎嘛？係咪？有我咩都有，我做過咩都做。你已經好早啦，嗰86年已經做啊！我最記得你金燕子啊，其實係啊，金燕子啊，我最記得你金燕子有排好複雜嘅，依套係真係一睇。一講起阿柯神，我最我印象最深嘅就係你金燕子㗎啦，就係一個好。所以你面對湊住嗰個新導演，佢第一部片嚟喎，啱畢業嘅啫喎，係咪可唔可以咁講？你可以咁講咯，係咪？即係其實就話你問我咧，其實即係你即係我個理論就係話，即係同啲年輕人合作咧，你最緊要就話你而家對我嚟講，就我唔係用翻我以前即係以前嗰啲監製同我唔係話以前嗰啲唔 work 嚇。又話而家啲年輕人嘅思維同我哋唔同嘅，咁我對我嚟講，我自己喺個過程之中，即係我自己悟出個道理，就我做監製咧，我而家做我同啲年輕人合作咧，即係年輕人啊，咁你當你自己係湊仔湊女得嘅，你當依個係你嘅仔，你係新生出嚟嘅，或者依個唔係親生嘅，你收養翻嚟，咁你已經有啲嘢控制唔到咧，因為始終都係佢係你嘅仔，你就可以用咩方法去做咯。即係你明白，咁我最緊要就話嗰樣嘢就話你我學識咗一樣嘢，其實就話要有耐性。因為其實我係幾冇耐性嘅人，即係我幾急嘅啲嘢，即係我如果一嚟就講就一。就一做就做，一做三嘅咧，即係話點一話四，唔使由頭到尾。原來唔係嘅，你到最尾即係我成日都覺得。如果佢明白，你一講佢明白；如果佢唔明白，佢根本就唔明白。你同佢講都冇用，咁你要慢慢俾啲空間，有耐性，慢慢同佢講。可能即係你今日你唔好即係同佢講嗰個重點，你可能要慢慢即係你慢慢你開解嚟咁，然後咁，哦咁樣。即係俾多幾個 step。冇錯，係咯，因為頭先阿 Steve 即係佢有陣時，我唔記得咗啦。即係佢最近，因為我哋五週年即係作品，我唔知有一個 post 有人訪問佢，咁佢講翻我都唔記得咗啊。佢講翻嗰次阿監製咧，睇佢係同我講咗好多嘢，佢又現前嗰陣時，佢嗰陣時佢唔知我講咩嘅喎。佢到而家諗翻翻嚟，原來佢而家明，而家先明啦，係咪？咁啊，都好，最少佢而家明咗，但唔係表示即係我啱定錯，而係話未到咁嘅階段嘅，未到咁階段。即係我話你可能你到你譬如話，我其實個大個意思就話，你可能你拍第一部你覺得好慘，或者你未乜嘢未摸索，你未摸索，即係仲喺度摸索緊。我唔係話係唔得啊，即係好多 fresh 都係唔要，都係好努力去做。咁你始終都有啲未有經驗。但係我話咯，第時你哋長大之後，你到時睇翻轉頭咧，你會。會好感恩你拍過呢部戲，因為咧
你會可一不可再，因為呢部嘢係你成個拍攝嘅過程，或者你到時你攤住落，你話：哎呀，雖然好辛苦，但我諗一轉頭，原來我好開心，我能夠拍嗰部戲。嗯，原來拍嗰陣時自由到不得了。係，明我講咩？即係好多嘢之後，你要掟住都話：哎，好彩我拍過。咁你咪要 enjoy 翻嗰樣。呢啲咪就係獨立製片嘅個好處啦。係，冇錯。因為當年你即係八幾年，你係拍大公司片噶嘛，係咪？係我咩？大公司係拍過。你啲係咪西又拍過？始終即係嗰個制度係強好多噶嘛，係咪？就算係啊，因為我始終都係經過頭先你講，即係我可能我經驗，我係即係大公司就試過啦。咁我係試過啲即係啲 indie 嘢咧，即係譬如話我哋去到嗰陣時，我哋有幸，我又有幸啦，對唔住啊。即係譬如話我同阿陳果。即係我有幸，即係我第一次，即係撈埋攝影指導，我就第一部去。俾張相出嚟睇下陳果同佢兩。就係香港製造啦。係啊，香港製造。咁唔係我意思，即係你唔係做監製啊？唔係。嗰陣攝影指導啊，嗰陣就做攝影。咁啊，即係一講就遠嘅啦，又係。係啊，即係而家講緊近啲啲，全部都係你監製啊嘛。係。就係講個監製。係啦，監製啦，係啦，係啦。監製嗰個少少唔同。係咯。同阿陳果嗰陣時兄弟班啦。冇啦，因為嗰陣時係大家都識嘅啦，其實係未大家係學電影嗰陣時識嘅啦，香港電影文化中心好耐咧，喺砵蘭街早期嗰陣時咧，七九八零年代嗰陣時食，即切好早。你哋嗰輩人全部都係嗰度出嚟噶嘛？啲老餅啊，啲老餅咩係啦，就全部喺砵蘭街電影文化中心啊，陳果啊，甚至拍檔啊，陳明照啊，成扎人都係嗰個年代出嚟，係咪？